是刚刚那时候的白色的一面。9月22号，瑞芳洛阳段了，20:18。我们是4:04哦。英格法特将北为线。南澳，用500行程了。准备开始出门。开始出门。出来。等我一下。等我有外星人。时间车。好，15:09、15:04时间了。我的华东铁路嘞，叫他赶快抢空啊，对不对？赶快去请一求啊，对，你知道9月份这个月，这个礼拜把我仲夏给取消了，你知道很生气啊，非常的难过，你知道吗？赶快去修，我们要先见之明，有没有？照这个月没有想去哪，啊，就还真的取消了，对。啊，10月份你希望开通吗？你知道什么我想要开吗？我今年度争取我是那么多，对不对？至少3台都要开到啊，对。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瑞芳帮我开。对。啊，怎么站你一个？威力更矮。他们。那几个人阿树人？受伤了的哇！新车祸。受伤了，还好啊。那我来应征你啊，来开车的人。那、啊、你去看了没？新超能力霸王啊！对，我还没给你看都来，也来不及。我们要带出来，缅北转吗？对啊，你北转吗？不是北转，6点多在哪里送？6点多？对啊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，不是。